两个乡已经两个乡了。那第一个我不知道，阿胖哦，是不同的乡。阿胖去香港买的香金胖，哎，一个两个胖了。香阿香阿香香港，来，会的举手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阿喜来，阿喜来。你猜，我想出了一个。预备。阿香去香港买的胖金胖。香金胖，来，搁一块，预备。阿香一行，阿香，去香港，去香港，买的香金胖，恭喜，标准答案。我什么时候说香皂？买回来的香哦，请回座。是阿香，来，所以这是香港软钱，香港软钱。哎呀，好啦，听软看麦了哈，来来，香港软钱 ，Go。口白，是啦，有安个比爱同款，是你嘛是慢慢的野乌，慢慢的老水，也要人冻着咱的人，会看一摆乱情，乱情，你有讲过，只要我若是离开香港，你随后就要来。下载下龙仔，好长哦！下龙仔，我你当江的改名，改名，亲像望穿秋水，赶快，已经扛到你三年了。啊！痴情的我，痴情的我，是台湾第一个美女。你那个广东版的哦，你讲啥你啦？听无半句。我的阿生无转来哦。啊？你讲啥？你阿生啦？你出来生几个囡啊？下啦，无生啊。无生？你是无生啊？哦，伊这是香港约定了无好代志，不要改变啦，预备去。是啦，永远是同款的海边。嗯。你家有咧东港的海边。嗯。但是我确实来到台北的南港中市，我想过电话卡通，你人竟然伫个鹿港等我。是啦，我听唔到，我变北港去。我等到马作平无等到你，我又卡电话你。你家讲我已经走去到什么港？到西港。到西港。是。我又走去西港，你又走去岸边港。是。咱两个咧港来港去，要港到同时咧。好好参与一下，好不好？我听无咧。好嘞，好好好，你参与一下。我要去本港。哎呦，本港，本港，本港老妈祖。本港是北港古寨。去了本港，尾啊几站，大家都拼登来鸡笼港。是。鸡笼港，全台湾性这个港港港港排开排开，大家都去摕一条油港。哎，站。大家切了，吃了吃了，坐底下饮茶兼开港。是。哎。对，你要先了解那个一整个的意思，嗯，我知道，把它讲出来。好，来下一位，最后
的挑战者阿喜，今天要挑战的曲目可说是相当的难哦，需要情感丰富的演技才能够表演出来的哦。究竟是哪首经典歌曲呢？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你是本班最资深的美少女，美少女，哎呦，学姐，今天要来点特殊的表演。OK、没错 ，Wake up， 醒来吧，雷蒙娜。不是这个、啊，不是挑战这一首，那是很恐怖的哦，超难的。这首的原唱人是李亚平小姐哦，是李亚平，是这一首歌奠定她的整个在演艺圈的基础。到现在为止，只要碰到李亚平，我们叫她雷梦娜歌后。哎呦，如果这首歌是呢李亚平的那个基础，对不对？对，那么于天大哥每天都在打地基啊。万丈高楼平地起，好，让人羡慕的银色夫妻啊，是好，醒来吧，雷梦娜 ，Action。梦娜，你回来了，我从很远很远的地方回来了。我带回来了你最喜欢的梦娜，你为什么不说话呢？梦娜，你为什么不说话呢？我求你看我吧，雷蒙娜，雷蒙娜。我求你看我吧，雷蒙娜。只要你看我一眼，我心才情愿。睁开吧，睁开吧，一眼。为什么，为什么不肯？难道你？什么那么帅，雷蒙娜，雷蒙娜，为什么那么帅，雷蒙娜，你骂你我骂你，你真傻，你真傻，你真傻，永别的雷蒙娜，蒙哎、欸，你娜，给给给！哎，你今天安来听了？没错，你这直线倒地才是对的。不是，现在有多严重，你知道吗？那歌会很贵。对不起了，但是梦娜都快湿了。哎，哇塞！不过我们看得出来，刚刚他前面真的是把很多情绪用到很到位，没错。但是后面呢，把很多的节奏都给抛弃掉。你说唱歌的节奏，唱歌的节奏整个都乱掉。其实无所谓了，哎，主要是看到那个整个前面那段表演，我觉得今天就值回票价，真的不错，好不好？谢谢，表现得不错，是个可造之材。哦，李亚明的接班人，李亚明的接班人，来，同学们请出列。当然，口白歌有很多种，我们下次有机会再来玩玩别的，好啊，甚至于把歌中去整个给它搬进来，好。谢谢瑶瑶，耶！少林这一班下课喽。接下来登场的是卢哥桥事件之顶下下银楼，嘿。南来北往只有我卢哥桥，我什么事情都能瞧，遇到困难你只要大声叫，我就会过来帮你瞧一瞧。
敲啊敲一敲，敲一个敲又敲。各位亲爱的朋友，大家好！人讲天桥、路桥、奈何桥、大桥、小桥、卢沟桥，大项代志拢我来桥。我今仔日伫个遮吼，开一间真正吼，非常厉害、金细细的银楼。金细细银楼，只爱酸椒，酸椒金。五百金，铁金珍珠钻表，金银又一金戒，金条块块收价，四千七百八十块，几钱吃这钱？喂喂喂喂！出手啊！当时来。今日规这个这个金马店吼，像我咧讲，我咱这青年男女吼，为着要吼这个稳定终身，啊，咱买一款物件哦，象征哦亘古不变、坚如磐石的金马。啊，我开这间哦，就是要大家快乐的啦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哇哇，他耍你哟！他耍不是啦，哎、欸，我现在赔了。啊赔啊赔，他耍你哟！不是啦。不是啊，我男朋友。男朋友哟，哇！看着这种画面哦，人会感动呢。两个人在一起多久了？一年多。第一次在什么地点？猛接的时，哪有人家这样问的啦？有啦，这样问你。昨天两位今天会走到这个地方来，就是希望能够买到东西，将来看到那个信物啊，彼此能够勾起很多的回忆嘛。对对，第一次。啊，你在找一郎，找一郎，那何以是应接的？不啦，假的，假的。是不是你有先用吉他弹唱歌给他听没？那个报纸都有写，我看到了。哎，后来不太急了，没有了。啊，开玩笑。啊，两位今天需要点什么东西？啊，你在感情吼，然后啊，就是讲要买一些东西哦，那种。对，两个人一起的。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两个人在一起，因为感情很好。你原来在你的家庭，你原来在你的生活环境，两个人呢，从不同的框框里面走到同一个框框里面。这英文有一首歌，这样是怎样唱的？你看，这是爱，此情永不渝哦。那心我那牵住 my love for you, all I gonna do, how much I love you. 哇，好好听哦！对对对对对对，我跟你讲。今天走进来这边就是此情永不渝了，这个就是我们最最大的一个主题。好，两位要永远在一起，对对对，好不好？一种定情物，定情物，嗯，可以在一起的，可以在一起，在一起没有问题。在这边等我一下下，今天要让你满足，回去一生当中就觉得是今天来到这边过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马上来，很定情物，一定要的嘛。包括来来来来来，你用右手，不会太贵了。来来来，你的左手，来来来，麻烦完全扣一下。两条这样把它转在一起，哇！我跟你讲哦，这个弄好了之后哈，就是两个人呢，就这样子双入双出，有没有？相相对对，万年富贵。这在英文歌里面有那首歌，对对对对对，此情永不渝。那心我那牵住 my love for you, I gonna do how much I love you.漂泛人的手铐意外成为定情物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嘞？